到底怎么了？这年头谁不抑郁啊？动不动就要跳楼，太矫情了吧？你别想那么多就好了。别动不动就拿病说事儿，想嗨点儿。谁不痛苦？电视剧看多了吧？别演了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不高看吗？神经病吗？都幸福了吧？有事就出来。谁亏待了你的？就是，你这欺负我吗？外面现在再吃再死，哦，我恋爱了，但我男朋友他是一个女的。真假的。